好意思啊，我就当做你们不存在的。好的，最好是。这就是我的生活。你内裤露出来了。你也不用提那么高了。哎，今天早上被叫起来的时候，我还非常大的睡这个什么起床气呢。嗯，反正早上来的时候感觉你就没有很开心。对啊，因为昨天晚上跟那个聊事，跟那个工作人员聊事情聊到好晚。几点啊？六点吗？今天早上六点。对啊，就根本没睡几下，又被十一点钟又被叫起。那你今天晚上能行吗？能行，男人不能说不行的，哥。其实我还不知道，别人要是体验一下我的生活会怎么样。应该很无聊吧？哥，你一般在家都干什么？我吗？对啊，就看个电影，听听歌。你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？就也啥都听。啥都听？那你听过我的歌吗？今天是第二次。有没有你喜欢的歌 ？Honey。那是我最喜欢的，就只有 Honey 啊。哇，那其实命中率还是很低的哦。比较俏一点的，慢慢的，慢慢摇的。其实你可以期待一下我马上要发的第四张专辑，哇，那里面的歌哦。要掉了？不会的，这叫 balance。那你再 balance 一下。太，这个东西啊，所有东西都不能过头，太过头的话就容易掉下去。打开腾讯新闻 APP， 添加眼界夜卡，更多精彩内容独家花絮等你来看。